就是赛恩如果打上单，掘墓人肯定是对一些劣势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中路的妖姬打阿卡丽，其实妖姬也前期不怕。中野前期是虽然您身上带的是红 buff， 但是奥拉夫前面有蓝的时候，他的斧子 Q 技能也是没有冷却的。上路这波打得很凶，两边要 A 到底了吗？看一下，一丝线闪现跟下去，哇，一起死了，两个人一起完成了单杀，我。被打脸了，我以为这两个英雄打半血随便打，是好，这波等 WCD 要来了，哎，但是松宝莲是不是先动手误了？但是先杀的还是 Jack Love， 索瓦的应该也是走不掉。这时候海克走过来，宝莲的位置有点危险，极限闪现，森马老爹跟闪现一个平 A， 第二下平 A 收手没关系，再补上留人的能力不是那么的好 ，Jack Love 交出了一个闪现，下一个野，等下一个野，交闪现下一个 W 框住了，但是滑板鞋可以跳出去，而且隔岸您是卡了过来，反手直接一个天崩地裂，这时候 Jack Love 在滑板鞋的外面疯狂。的插毛英雄登场坐下来，虽然进场的您已经倒下，斯巴老爹的位置有点危险，被卢比贴在里面。里克的那个 W 技能是可以被攻击的。来，艾克拿下了先锋之眼，但自己位置有点危险，叫了闪现大招。卢比这边想追，叫大招过去以后一个 Q 技能。卢比两个人头了，这边妖姬也拿下一个派克，派克现在很脆，还是很容易踩死派克，但背后位置有点危险，极限距离被一百斧给敲飞，好久说话的赶紧过去，杜朗互相嘲讽，四人要越塔。这一冲拳还冲不出去，就被 Luki 闪过来了，不可阻挡。这波要找狼行，这个角度直接被撞到了，赶紧原地放一个 W 反手。但是老婆的伤害很高，惹下其实不是特别的肉，但原地有一口救赎，英雄登场给到狼行，狼行能被救出来吗？这时候人数上面还是一个劣势，狼行在死之前贡献了最后的输出 ，Luki 拿下人头，但是 Maple 也赶到，直接杀掉了派克。力哥在魔影鸣中回去 ，Luki 在前面一个人打三个，阿杜过去是把老贼直接被 Q 技能给带走，一技能再贴上了，派克已经是三杀了 ，Luki 这一波。带一个深的兵线啊，然后让人来抓他，别人来抓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正面给自己的队友一定的做视野的一个空间。就狼行现在必须知道他必须要给到对方一个单线的压力，他会三个人来教他，他会死，但是没办法，他的死有价值。对，这波死就是我通过我的一条命，狼行慢一波节奏，但是残血的宝蓝是被 Jackler 给收了回来，丢出来宝蓝再开始埋伏。雷波上来一个一技能空了，被滑板鞋给滑掉，斯帕老贼又被 Luki 给粘到，剩下三百多点血，在人群当中 Luki 拿下了人头，在躲在匣子里面自己没有倒下，这时候宁静来天崩地裂盖 Maple 魔影民众回到了 Luki 面前，给到了 Luki 一个 double， 也给控制住了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三个人过来看一下，海克扛不住 ，Jack Love 脚闪现过来硬杀，虽然大招免疫控制，但免疫不了。Jack Love 的一个伤害，宝莱拿下了人头，狼行在这边一打三，但是他的伤害量并不足以去击杀。这时候 Luki 血量虽然不多，但是一个准五还是回了血。Luki 已经完成了超神九颗人头，斯马尔德看到了双人组跳在脸上，这个大招直接贯穿，宝莱被绊死，但是英雄登场下来也救不住斯马尔德。Luki 是不是用操作可以弥补的？艾菊再度的打大龙，25分钟的一个时间，海克下去没有抢到，自己也上不来了，海克应该是被卖了。在龙坑里面看到 Jack Love 也是拿下了无人能挡的一个击杀战绩，斯巴老贼又是被 Luki 瞬间给带走，索瓦的这边被 Q 技能给 Q 了回来，再做大招下去，在涌泉之恨的这个塔前先校正，左边的车已经开进来了，德帅不讲道理的直接撞到水晶面前 ，IG 是防御塔如无物，在最前方的索瓦的已经被秒掉了。一马当先盖下去，这个大招再砍到了伊泽瑞尔的人头。宝蓝要杀，宝蓝想要拿多重击杀，但是 Jack Love 说，IG 永不多重击杀，把这个妖精人头给拿下来了。宝蓝的人头来到了 Double Kill 停止，当时被打回了泉水。那我们在此时应该已经可以提前恭喜 IG BO3 的第一局是拿下，最后还要在泉水里面把这边的复活人给杀掉。哇，这一场比赛真的是伤士气，真。